应该是不去了。这次我买了个好东西，拿回去让妈挑战一下，看她敢不敢挑战。妈妈，快点，快点来！老师买啥子？这不是啥子虫虫都敢吃吗？你来看看今天这个东西，你敢不敢吃？哇，又买啥子？买呀，这么多啊？哎，这啥子？啊？这是这班的螃蟹喽。我只叫认得到螃蟹哟。这还是活的、啊、你以为是我们屋里搬了个螃蟹这是海里面的螃蟹我们把死了的挑出来有的是装死其实它没死哈它这是晕了肯定快开太久了路程太遥远了你姥姥咋会吃的有这么多我们留一半又炸留一半来生枪生枪就是生吃敢不敢吃生吃我就不敢吃了我嘴巴嚼的看了很多视频哈，好多人都在吃这个，而且就是生枪吃的嘎嘣脆，所以我也想来试一下。哎，买回来我把它洗干净，生吃有法吃不？反正我不得吃哦。哎呦，啥个说的脚气不通？有找到起还可以吃，可能生吃我没吃过，我也不敢吃。就已经很干净了，我们都捞起来。有很多城市专门吃生枪，香得很哟，哈哈。嗯然后我们就生吃这个螃蟹，你敢不敢吃？敢吃。这个呢，我们是第一次吃，不晓得待会敢不敢吃哈，所以我们就拿少量的部分来生抢哈，加用高度白就给它杀个菌。其实这个玩意我也不建议大家多吃，带一些了解去腥。朋友们，我悄悄告诉你们个秘密，提妹儿啊，天天晚上捂着被子都在看那个吃播，我估计那个发财蟹啊，又是在吃播上面看的。把它盖上盖子，蒜切成片。姜子切成片，辣椒，这发财蟹喝了八加一已经醉了。洗几遍，洗好了我来洗水。它的佐料全部放进来，生抽少放点醋，蜜糖，放点盐巴，一斤，叫做我们搅拌均匀。这都是看出我的调料很有食欲。放进盘子里面，汁倒进来。让它更入味。有没有吃过这道菜的朋友们，跟我说一下我这个做的怎么样，想学想买哈。放进冰箱，让它腌制几个小时哈，就可以吃了。几个小时了，你莫说还真香。妈，快来尝一下。好香呀！香吗？你敢不吃肉这么多？妈，吃啊！牙齿不行啊，这个要用的牙齿快呀。是吗？你还真敢吃哦！有，这有啥子啊？我有点佩服嘛。我是万物皆可吃，啥都敢吃敢吃。你再说我点，人家是不吃了。啊！你还敢吃吗？嗯。看来我们屋里的口味都比较重啊。你不是说不好吃吗？刚刚没尝到味道了，嘞，有味道了。你也想吃吗？你不说我买回来，其实我不敢吃。是这样吗？原来他们都敢吃，我以为你们都不敢吃。有没有吃过这个发财蟹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